因为我有跟他说过不可以这样的呀。那为什么没有？因为依依有听话，依依很棒啊。啊，他们说过了还是一样啊。是小龟2次，大龟1次吗？对呀，啊，要被妈妈处罚。这样好像也不行。所以，妈妈说话的时候要注意听哦。哇，还有这哎，个，我看，你这个是牛排耶，哪个？这个是肉肉吗？对耶，这个是牛排。这个是牛排，你最喜欢吃的肉肉因为我吃这个，哎。好像这个，那切一块给你吃。是我吃这个烧，好吧。因为这是大人用的，你拿这个刀，等一下切。切一个牛排，这是牛排，还是猪肉啊？牛排的。牛排呀，有没有很香？这个牛排，有啊，有流血吗？没有了。啊，要放在那里呀，煎好，要煮熟才可以拿给客人吃。又是你在那里煮饭然后马上就会来哟。哦，马上就来了。说明什么多的讲义。